家，我今天要去剪头发。对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。哦，我们现在要去买酒。我们要去买酒。哎。这个是鸡翅西兰花午餐肉白米饭开吃。啤酒。我想试试看用牙齿。你可以试试，不习惯的话你会感觉牙疼的。 Wow, it's my first try, it's my first time. 干杯。干杯。香不香？让我朋友问了问，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就是那个快递，他们会换一个地方就是放 but like 又得等几天到下个星期。我已经等了三个星期了。我觉得主要是酱好吃，好多东西都是酱好吃。是的。我给大家开一个包裹，这样。Nothing special。掉下来了，好，哇 ，so satisfying。Hey Siri, Hey Siri, show my downloads.好了，我终于 set up 完了这个电脑。现在我来买一点东西。拿了超多东西，好吃，我觉得它会比 Uncle Tessu 的浓一些。好，我要拆一拆我的 Magic Mouse。这样，没有什么可看性的吧 ？It's just a mouse.It's like this.
这个 keyboard， 我要的是没有数字的那一个。我觉得这样，要是出门带着这个 keyboard 的话，就会比较方便一些。嗯，哦 shit， OK， 呀，哈哈，然后就像一个文件夹，就很小一个，就非常小，因为我是买了一个电脑的那个架子，所以呢才觉得就哦这两个好像也需要的样子，毕竟。如果用那个电脑架的话，总不能这样子拿电脑吧，对吧？但我又觉得说，要是用这个键盘的话，那这个 MacBook 它的 Touch Bar， 它这个 Touch Bar 的意义又在哪里呢？就也用不了这个 Touch Bar 那么多呀，我也不知道，对，所以就先这样子。嗯 ，Hello 大家，我刚睡了一觉，对，然后要一个包裹。买的是一个电脑架子，就是，哎，其实很简单吧。这个声音好难受，我感觉这个快刮坏我的电脑的样子。啊，你们听看，这会刮坏的吧？好了，这样就是我的桌面。其实买这些还真香，我以前就一直就是这样用电脑嘛，然后要是觉得。就是把电脑放远了，我的手也是这样子。一开始觉得没有什么不对，没有什么不好，就已经习惯了，然后也没有什么不适应，觉得哦，那就只能这样子呗。但是我买了这个键盘呢、鼠标之后，然后这个又放了远了，我觉得就是空间很多，对，你就不用手这样子，所以就还蛮舒服的。然后电脑你也可以不用乱动，对，就还不错吧，我觉得。
么？吃个虾好了。